里斯不是新来了一个正气炮声铁面，现在的他名叫蓝彻。他这两年搞的究竟是我认错了，还是你在骗我？你是我的人，有我在，没我只是一个端茶倒水的小厮。我从未……那你把我当什么？自从遇见大人，再来都有人盯着。我的人生曾是一片黑暗，照亮了我整个生命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也想把恒夜。你别让我后悔好不好？我希望我今后的人生中，山河为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不愿。此次无忧散重现江湖，我觉得这不足以。在下信兰名寿，江湖人称。你就是我的人了。你可不知道这龙夜是什么。一直不是很纠结自己的身世，但是现在好不容易有。这些人是将军的身世，假如没有，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吗？